韩娱贴出亲妹妹照片炫耀，我妹越来越正了。妹妹卧蚕变脸让网友惊，和子子超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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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曾经与孙协志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两人曾经互许终生走向婚姻，没想到才经营四年的婚姻在2016年时就宣告结束。外传是因为两人合开经纪公司，但是观念不同无法磨合，说法众说纷纭，但韩娱与孙协志皆不想回应太多。离婚后，韩娱与孙协志都没有再联络，甚至有一年多都没有再拍戏。是婚又事业不顺利，让他倍感压力。终于在这一年接到八点档一家人的演出机会。目前韩娱只想专心在工作上，对于感情并不强求。离婚后，他也觉得人生要过得单纯点才快乐，决定不会再与演艺圈的人谈感情，希望未来能够拥有平凡却能走远的爱情。现在韩娱逐渐走过离婚阴霾，甚至剪去一头长发，曝光了下3公分的清纯模样。逆龄模样可以跟高中生比判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37岁。在15日时，韩娱为了帮妈妈庆生，曝光了妈妈和妹妹的合照。妈妈染着时尚红发，超漂亮。不过让人注意的是，韩娱亲妹妹的颜值也爆高，三人合照宛如姊妹花。妹妹跟韩娱站在一起，简直是同根模子刻出来的，连韩娱自己都忍不住赞叹妹妹的外貌越来越正，超级自豪一家神基因。只见照片中两人手比爱心，对着镜头放电，俏皮模样让许多网友称赞超级可爱。姊妹站在一起的画面也超赏心悦目，获得大家一致好评。果然一家子都非常漂亮啊，难怪连韩娱自己都自豪，太羡慕惹。韩娱，英文 Angel Han， 1979年12月9日，出生于台湾新北市永和区，台湾女演员，所属经纪公司为亚乐演艺经纪。出道前原本在更生医院任职妇产科护士 Sponsored Apps Sponsored Apps， 因为被制作人周游发掘，因而进入演艺圈。台湾本土剧当家花旦之一。